影子之战上。锤子呢？哎，真是，乱七八糟的玩意儿。主人有什么吩咐啊？你想干什么呀？使用分身锤敲打自己的影子，影子就会变成忠实奴仆，为使用者效劳，有效时间为一小时，然后重新成为影子。主人有什么吩咐啊？马上去把喜羊羊给我抓回来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还有懒羊羊。还有沸羊羊，反正是羊的都给我抓回来。是，马上给我出发呀！是。定牢一点啊！抓羊！使用影子分身抓羊的好处。影子不怕疼，不怕死，也不会疲劳。嘿嘿，亲爱的小羊，乖乖的来这里吧，好味道的小肥羊，给我多多健康。注意事项，小心感同身受。感同身受什么意思哦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真恶心！一定是灰太狼搞的鬼！你怎么知道？反正坏事都是灰太狼干的。班长，不要怕，我来啦！抓羊！救命！救命！别打了！找我了！找我了！哎呦！抓羊！他不怕你呀！看我的！快让开！抓羊！不抓羊了呀！快逃！快逃啊！快逃！别让他跑了！快！这就是感同身受啊！主人有什么吩咐啊？没用的家伙！时间到了，得做一个更厉害的影子才行啊。
哎哎哎哎！主人有什么吩咐？主人有什么吩咐？快给我滚蛋！老婆，快来呀！老婆，干嘛吵着我睡觉啊？帮个忙吧，用这个打我。有问题，有人家打你。哎，老婆，我是让你用这个打我的影子。影子？啊，对，就是影子。你主人有什么吩咐？哎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白羊羊，我来救你了！抓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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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嘿，啊，班长，看你的了！好胜利了！抓羊！亲爱的小羊们，终于等到你们了。好多羊啊！啊，老婆炖羊肉啊！能屋顶的洞就不修了。那我，我现在就去买煮羊的调味料。回来的时候要修好房子，要吃到羊肉。主人有什么吩咐？马上给我炖羊肉。是。笨蛋，煮绳子干什么？要这样煮。是。要煮成这个样子，懂了吗？炖羊肉。一下死定了。有办法吗？想不出来了。炖羊肉，怎样才能炖成这个样子？喂，要不要我教你呀？灰太狼先生您好啊。再见了，灰太狼。炖羊肉。
哎，哎呀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主人，炖羊肉。哎呀，呀、啊！哎，气死我了！快把他们给我抓回来呀！是，主人。哎，亲爱的小羊，别跑！嗯、哎。灰太狼先生，我们没跑。哎，抓住他们！是主人。灰太狼，我们就玩玩吧。主人有什么吩咐？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